9月2日，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公布了一份详细清单，列出了联邦调查局上个月在搜索前总统特朗普海湖庄园时所查获的文件。该财产清单详细说明了调查人员在搜查中查获的材料数量，以及这些材料是如何与简报、照片、书籍和衣服等看似无关紧要的物品混在一起的。清单描述到，调查人员收集了成百上千份没有任何分类标记的美国政府文件，其中只有少数文件带有机密或最高机密、敏感分隔信息等分类标记。在状态更新中，官员们写道，调查小组已经完成了对从海湖庄园查获材料的初步审查，团队将继续评估所有查获的物品。美国政府9月1日公布今年初对9岁学童所做的阅读和数学能力测验，发现与新冠疫情爆发前所做测验相比，此年龄层学童这两项表现退步到20年前的程度。这项测验是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国家教育进展评估，又被称为国家成绩单的一部分。与2020年测验相比，2022年阅读测验平均成绩减少5分，是1990年以来阅读能力最大幅度退步。数学平均成绩退步7分，更是该测验有史以来首见倒退。新数据也显示，许多已经在学习上处于最弱势的学生在这次测验中退步的最明显，数学退步多达12分，阅读退步10分。教育部长卡多纳表示，这些分数的降低与疫情期间缺乏面对面上课有关联，他直指美国正处于一场教育危机。据法新社9月1日报道，美国本星期接连发生2起小学生持枪上学事件，引发公众恐慌和担忧，令新学年再次蒙上枪患阴影。8月31日，德克萨斯州休斯顿一名4岁的男孩持上膛手枪上学，校方得知后立即封锁校园，并出动校警将手枪没收。报道称，枪支实际持有人是男孩的父亲，目前已被警方逮捕。据美国教育周报统计，截至8月30日，全美今年已发生28起造成人员伤亡的校园枪击事件，致死27人，致伤57人。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组成的7国集团9月2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对俄罗斯石油设置价格上限。不过，联合声明中没有提及具体的金额。分管能源工作的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一日已表示，俄罗斯不会向那些支持对俄罗斯石油限价的国家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诺瓦克说，7国集团对俄罗斯石油进行限价的计划是绝对荒谬的。试图干涉如此重要行业的市场机制，会威胁到整个石油市场，并可能导致全球能源安全灾难，而欧洲和美国的消费者将为此付出代价。9月2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表示，由于发现了一个新的技术问题，其通往欧洲的关键天然气管道北溪一无法在3日按计划重启。按照原计划，俄气公司将在为期3天的维护后恢复北溪一管道的天然气供应。但现在，欧洲国家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北溪管道天然气运输已完全停止。俄气发布声明称，涡轮机被发现存在漏油，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后才能重启管道，无法获知管道恢复可能需要多长时间。毫无疑问，这一消息标志着欧洲能源危机的急剧升级，如果停气持续下去，将使家庭、工厂和经济体都面临风险。